亡命川，绝印古今，定会逾越于海，华龙腾天。他们又是如何得此成就？宁川有何机缘，我等不知。传闻中，石冠王是得到了一株仙道树苗，并以它成就了自身根基，迈出了一步，已超越仙贤，不可挡，不可敌。如此说来，修出仙器并无定法，全看个人机缘。真逃出来了！嗯，你们是彻底消灭虫群，还是直接打败了那个吹笛子的？都没有，算是相互忌惮，各自停手吧。哥哥，你接下去有什么打算？自然是去修出仙器，没有几世的积淀，恐怕不太可能。岁月如熔炉，火炼真金，去无存精。我必须迈出那一步。今日的窘境，我可不想再经历一次。好，那我将来也要迈出那一步，这就拜别了。如此甚好，知不足便知如何下功夫。你们也走吧。哎，如果将来在仙谷内寻到什么神药，帮我留意。我听闻青灵界药草遍地，你不如去那儿撞撞运气。冥土的人，这是冥府第二名将，是上古神师。哇，我也听说，他在这一世通灵，刀枪不入，杀过不止一位初代了。就是你们四处悬赏征集荒的线索。此事机密，我隔绝内外也是为防隔墙有耳。特意找到我是受了月禅的指点吧？他自己没来吗？仙子冰雪聪明，月禅仙子应是尚在闭关，仙子遇见想必比小人要方便许多吧。我去透透气，你且等着。公子，我的东西掉了，可否帮忙捡一下？他认出我了。仙子风姿如此动人，我自然愿意相助。多谢公子。可以现身相见，却又假装不识，是告诉我不要暴露身份。看来这酒楼之中有好戏看。刚刚在他发髻上留下了通感法印。起。方才你说你家大人要发悬赏令缉拿荒。没错，这次这厮难逃一死。但我听闻你仙殿当世传人曾拜给荒呀，如今是又要派出什么厉害人物吗？是在帮我打探消息。如今大人神态皈依，眼看将修出仙气，无敌于天下，正该血洗前耻，还需什么别的高手？姑娘有所不知，我家大人在悬赏令上说了。
要成功了，加把劲！大家小心！我就说是生路吧。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一个杀局，只为吸纳强者的精血，怕是根本没有生路。没有生路就闯一条，走。这时令变化莫测，千万不要掉队。向东，那边安全一些。向北，向西。此路向北，就可出石林了。哎，快走啊！停下来干嘛？有所感应，好像是弟弟在那边。那边是石林深处，定然凶险非常。你们先出去，我得去看看。这里变化诡谲，身担事故必死无疑。找到他就立刻离开，莫要再生事端。这感情愈发强烈，看来就在这附近。是哥哥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还真是你啊！小心！快跑！那些笨蛋又激活了一座法阵。前路还有陷阱。逢山开路就是了。总算暂时安全了。弟弟。
陷阱，这个朝廷是一座陷阱，那情形分明是有人在窃取所有人的惊喜。当时我自以为必死无疑，不料下方突然轰然作响，四周的墙壁朝中间挤压，竟划错了此处迷宫。若不是你哥破了这个豁口，你还是死定了。哥哥，你我兄弟，无需多言。我们已经在这地下世界跑了一天一夜了，应该已经接近朝街边缘，只是不知出口到底在哪儿。我也只能寻到这里了，按照道理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。是重瞳之位，过去会合。你们两个还活着，福家君，祝你恢复。布局之人真是有手段，说我能逃出去，必要厚报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不是凶巢的考验，而是有人在布局？何种考验需要葬送十数万人的性命？师兄巢穴之事已传了数世，我等皆是由门中古书所知。何人有这么大的本领，能有千万年不设此局？何况名言术士之局，外界怎会不知？这有何难？不放出任何一个活口即可。难道就没有人用仙道花蕾探查此人？籍籍无名者无人探查，纵使有强者死在凶巢，也只会被外界视作闯不过凶巢重重守护法阵而已。你沿途可看见逃离此地的线索？杀死凶手之后，我们一路奔
继续走，否则也会落得他们一样的下场。说得对，彻底逃出去，万不能停下来。那座山便是凶巢之局的阵界所在，翻过便可逃脱啊。小心，布局之人就要出现了。局长，就是你！连他的神剑都会失手。此地我布置多年，占了地利之便，道友还是莫要再冲动为好。此人占据凶巢，得十几万强者精血滋养，在此局中怕是难以一击整风。这是什么冲动？黑神草为弱的都在尊者境，很多都点燃了神火。爹自在神药界，他们得知冥土的圣药一直缠绵至今，不然又怎会怕这些虫子？外围慢慢移动，只要逃到阵界之外，就可以横渡虚空离开。
若是你们真能逃出阵界，便放你们一条生路。要成功了，下把剑！大家小心！就说是生路吧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一个杀局，只为吸纳强者的精血，怕是根本没有生路。没有生路，就闯一条。走。这是林变幻莫测，千万莫要掉队。向东，那边安全一些。向北。此路向北，就可出石林了。有所感应，好像是弟弟在那边。那边是石林深处，定然凶险非常。你们先出去，我得去看看。这里变化诡谲，身担事故，必死无疑。找到他就立刻离开，莫要再生事端。这感情愈发强烈，看来就在这附近。就在前方。是可可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还真是你啊。小心。快跑，那些笨蛋又激活了一座法阵。前路还有陷阱，逢山开路就是了。总算暂时安全了。
弟弟。陷阱，是个超级，是一座陷阱。那情形，分明是有人在窃取所有人的精血。当时我自以为必死无疑，不料下方突然忽然作响，四周的墙壁朝中间挤压，竟划错了此处迷宫。若不是你哥破了这个豁口，你还是死定了。哥哥，我……你有兄弟，无需多言。我们已经在这地下世界跑了一天一夜了，应该已经接近潮界边缘，只是不知出口到底在哪。我也只能寻到这里了，按照道理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。是重瞳之位，过去会合。你们两个还活着，福家君，祝你恢复。布局之人真是有手段，说我能逃出去，必要厚报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不是凶巢的考验，而是有人在布局？何种考验需要葬送十数万人的性命？师兄巢穴之事已传了数世，我等皆是由门中古书所知。何人有这么大的本领，能用千万年不舍此局？何况名言术士之局，外界怎会不知？这有何难？不放出任何一个活口即可。难道就没有人用仙道花蕾探查此人？籍籍无名者无人探查，纵使有强者死在凶巢，也只会被外界视作闯不过凶巢重重守护法阵而已。你沿途可看见逃离此地的线索？杀死凶手之后，我们一路奔逃。多谢道友相助。长公兄不必多谢。你认识我？曾有缘得见，我乃醉血后人，曾听闻长公兄一些往事。醉血？失败，我等必将殒命于此。
继续走，否则也会落得他们一样的下场。说得对，彻底逃出去，万不能停下来。那座山便是凶巢之局的阵界所在，翻过便可逃脱啊。小心，布局之人就要出现了。局长，就是你！连他的神剑都会失手。此地我布置多年，占了地利之便，道友还是莫要再冲动为好。此人占据凶巢，得十几万强者精血滋养，在此局中怕是难以一击成功。这是什么功能？黑神桥为弱的都在尊者境，很多都点燃了人火。自在神药前，他们得自冥土的生药抑制神念之间，不然又怎会打这些虫子？外围慢慢移动，只要逃到阵界之外，就可以横渡虚空离开。
若是你们真能逃出阵境，便放你们一条生路。